王静，你将成为我的妻子。在量子力学里，其实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无限接近于零的，但是今天我们俩走到了一起，然后我们几个大家庭也走到了一起，这绝对是命中注定。今天的天气下着雨，就像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阴晴不定，但是我们两个世界在了一起，然后你永远照亮了我们的世界，我也将还我们的世界一片美丽灿烂的人生，请相信我。